苗栗县石潭乡叶云乡是有名看沙果拉的所在。当年人家的乡苗附近那个三尖浪头沙果拉就会开到闹闹闹。规片的水风色暗淡的物件，看到人不想转。今年叶云乡看沙果拉的葡萄已经长枯萎，是行了的人是行得多。就算是贫穷时，每上个几多民众送上去看吧。石潭乡叶云乡孙定山那段时间，附近内每种的三千浪头的沙库拉，当年人家的沙库拉开到闹闹闹，长长长的沙库拉就伫两片芦笋开放当地，冲开水丰色的岩边葡萄，民众就伫沙库拉树下散步。新疆啊，环境又好，停车又停车又方便啦、啊。哦，沙库拉美景的哈，新疆新疆，今年供奉齐盛，然后就出看到了樱花长江啊。开拍脱开700公尺安高的山区，沙库拉开放大气，不时水源调研，冲起成景涌的彩天人工。叶云乡的沙库拉对沿岸带陆陆续续开发、饮食化、开游、吃上边呢。叶云乡把地是一年的都一年的带，看嘞，哦，把地一下吃上。比到个家庭贴缝嘅滚工铁石，竟然险远强沙库拉葡萄，韩国富群内嘅北国东关键平台正好咧。两张蔬菜长得五百公尺高，民众群群咧就走得看得到花。核心温柔诺，妙丽波涛。